诶，原来就是我来的地方嘛。所谓的眼睛是在上面那一层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赫拉赫拉，诶，底下好像还有路。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路，有时候这边会藏一个暗道，有没有？好了，看来是没有。看来我必须卡关在这。有良心。没有，拿到钥匙以后呢？药水。总不能对门丢生长激素吧？生长素，这也太瞎喽！让沉睡在这里吗？这里好像有其他东西，长着眼睛。诶，不能吗？我总觉得好像可以耶。哇！啥回啊？有谁可以跟我讲说那手掌会突然间拔过来一掌，然后我就死了？我真的被吓到了，什么啦？重新，再来一次。药水还在就好，其他不重要，药水在就好。因为我不想再跑第二次了，也太麻烦了。为什么？生长激素要给你哦？是要给你吗？也不是啊，给你吗？你又不要，那我要给谁？不能欸，嘿，我看一下这树，每个树枝都调查一次好了。那我去那个钥匙的地方好了。我现在也只有那个地方能去了，要不然我已经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了。调查每个墓碑吗？你们开玩笑吗？好啦，我等下去那个石头，那个这里，如果还是被吃掉的话哦，那我就去调查墓碑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去调查墓碑就是噔噔噔噔，一座坟墓。古墓奇兵二，我又没玩古墓奇兵，都没有，哇哩嘞！那我拿这个药水是干嘛的？拿辛酸的生长素，到底是用来干嘛的？我调查了这么久，什么都还没发现，为什么？这个手指绝对不会有问题啊！这什么奇异的植物，有株像枯萎的果实一样。观察，我可以拿走吗？我拿走会不会有人追我？应该是不会哈。不要追我哦，我会生气哦。你要吗？就是那张图哈。不是啊。我可以进去眼睛里了。一股 on 里面滴出，观察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去存档，有新发现，新的事物，新的发现，我要先去存档。哇，那边有个果实混在眼睛里面，就真的是鱼目混珠欸。我谁会知道那边会有一个眼睛呢、啊？真的是有你们的，全部都黑白的，只有我们人是彩色的。所以我那边可以是那个什么拿走吗？我可以拿走吗？这个 on 我可以拿走吗？打开，很紧，打破，嗡，有个幽灵被释放出来，想回家。你要跟着我们走吗？真的嘞！来，过来，哥哥为你带路，快点，来，这个，你可以穿过栅栏吼。对哦，然后它会瞬移诶，跟麦块狗狗一样，都会瞬移。诶，它可以穿过墙壁，真的是，很好的技能诶，要不教一下？我带你们同伴回来喽。这里，我家住在哪？路痴啊，
它加八成是某个洞穴区，不是这里。哎、欸，我要帮他找家哦！哇哇哇！我谁会知道哪一家哪一个洞是你家啦？全家吗？不是这，我快探索完一半喽。你家到底住哪？你不能住一个正常一点的地方吗？一定要住什么洞穴？就是火大！哎、欸，是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我家就是我家，好开心！我必须帮上你。枯井那边有个好东西，树下的绳子暂时借给你，不可以吃哦，那是大家的。好啊，不吃吞，先拿走，应该不会有事哈。你不可以反恶哦，去找吧。脑袋，饼干，为什么在这边会有好恶心的设计哦？真的，我看阅读，混入安眠那个春眠草，令时的10秒内而已，10秒，好像是10秒内睡着是吗？哎，我上不去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吓死我。那要归还吗？所以有安眠催眠效果是吗？了解。那谢谢你哦，阿里嘎多古代玛斯。呀，今天突破大进展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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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吉吉。哦。给你吧，该死的那个从右上方来的那个不知道什么生物的生物，看起来超诡异的。哎，不是放在这，那是放在哪？我要想一下了。不是放在这，就是放在这。大型蜘蛛网，哎，不是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说我要在钥匙上拿，趁它冲过来的时候，把饼干放入。然后，先是吗？我可以拿了吗？哎，为什么？他不是说他没吃是吗？他还没吃是吗？他睡着了，所以我真的要数10秒哦。我刚才听到打呼声，所以我真的要数10秒。啊，我数10秒就是，好不好？想回家，走走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Yes, get. 啊，真的要整10秒哎！你们做的太精细了吧？说10秒就10秒，有没有这么刚好啦？好啦，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我们下一集就会突破那个大门。那各位记得在左下方点个订阅，喜欢的话在右下方点个喜欢。那各位，拜拜。